Parker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贝拉小镇是我家，大大的森林，美丽的房子呀，大家都叫我贝拉狐，带着小朋友一起玩耍。勤劳是我的小魔法，勇敢的我什么都不怕，礼貌让我成为好娃娃，把快乐分享给大家。贝拉狐聪明又伶俐，贝拉狐又不是很淘气，我们在一起快乐嘻嘻，幸福的时光有贝拉狐陪。照顾小表弟，是战斗吗？超级汽车侠，耶！一步，贝勒狐，是叔叔和小表弟来了。叔叔好，贝勒狐开心狐，你们能帮我照顾一下宝贝狐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我有急事，先走了。叔叔再见。宝贝狐像小天使一样可爱。我去拿些玩具给他玩。我也去。宝贝狐，你看，宝贝狐呢？他在那。危险！宝贝狐，快过来！宝贝狐真调皮。宝贝狐别跑，该打你了。看来我们得把它放在枕头城堡里了。哈哈，这下安全了。哥哥，宝贝狐哭起来就像一个小恶魔。别着急，看我的。变变变！哥哥太好笑了。我也来，变变变！天哪，他又哭了。是时候展现我的绝活了。表演开始喽！当当当！哥哥好棒！哈哈，还有更精彩的！哥哥小心！我晕了。哥哥，宝贝狐不哭了。而且他好像很开心。哥哥，我太累了。我也没力气了。宝贝狐是不是困了？不如我们哄他睡觉吧。我们要怎么做？我记得妈妈哄我们睡觉时会唱催眠曲。我们一起来唱吧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睡吧睡吧。宝贝狐终于安静了。贝勒狐开心狐，谢谢你们照顾宝贝狐。孩子们，你们做得很好。明天你们还想照顾宝贝狐吗？
话剧表演，孩子们，幼儿园要举办话剧表演了，现在我们来分配角色吧。雪莉扮演皇后，阿布扮演公主吧，多多扮演勇敢的猎人吧。哦，我会加油的。皮皮，你来扮演魔镜吧。我可是无所不知的魔镜啊。现在还剩下王子和大树的角色了，谁想扮演王子呢？我来当王子。好的，王子的角色就由淘淘来扮演吧。贝雷狐，大树的角色就交给你了，你能演好他吗？我可以。好了，大家穿好演出服，我们来彩排吧。好的。大树有什么好演的？魔镜呀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以前是皇后您，现在不是了。啊，那他是谁？他就是我。这个不是我说的。贝勒虎，贝勒虎，快醒醒！发生了什么？大树可不会打呼噜哦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彩排吧。公主，你快逃吧，皇后马上就要来了。谢谢你，好心的猎人。贝勒狐，你是一棵树，怎么能坐下来呢？贝勒狐，你怎么连一棵树都演不好啊？才不是呢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贝勒狐，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大家抓紧时间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加入这个配方，就可以做成毒苹果了。别动，别动！走开，走开！救命啊！哎呦，我的苹果，别跑！别跟着我，走开，走开！我预感明天的演出也会搞砸，这都怪贝勒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孩子们，今天的彩排就到这里吧，大家先回去休息。贝勒狐，你怎么了？大树老师，我原来以为演一棵大树没什么了不起，没想到因为我搞砸了整个演出。贝勒狐，其实每个角色都很重要，老师相信你，明天一定可以演好大树。不好，白雪公主吃下了毒苹果，快晕倒了。帅气的王子亲吻了白雪公主。看，白雪公主活过来了。从此，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好精彩的演出！让我们再次感谢这六位小朋友的演出吧。六位？可是我只看见五位小朋友呀。还有一位小朋友在这儿，他就是大树的扮演者贝勒虎。贝勒虎，你今天表演真棒。你也很棒，每个角色都很棒。